玻璃镇牛民地区附近的连锅大镇，因为无法度亲像水源头国兴里共款，有正充足的水资源，造成当地400外家农田，一旦淡水期就面临欠水问题。当地居民透过立委马文君向农委会来申请，将会是得到政府重视。农委会补助3500万的经费，南投农田水利会伫今仔日就举办动土典礼，计划设施长10公里的管线，希望讲会当将连沟大圳的一个水源引入去秀城圳，将会当彻底解决农民欠水灌溉问题。开工顺利，开地平安。南投农田水利会首席船引水改善工程正式动土，当地农民是放炮欢喜来庆祝。玻璃镇复兴里部分地区甲牛民里，过去主要挖靠首席船灌溉，但一到打水期水源不足，邻近的连沟大船却是水用不完，国无阿多引水到首席船，只好放入溪流流掉。经过立委马文君协助向农委会争取，总算得到农委会补助3500万经费。协助解决这个问题，干旱期迄个水源的改善吼，有很大的帮助。尤其是讲咱这几年吼，咱的水源一直很不稳定吼，咱刚刚单靠咱的进前咱的原有的水源吼，已经造成咱农民吼真侪灌溉上的困扰啦。我嘛真尽力来造桩，啊，希望讲会使配合水利会来完成这件工程，会使让咱上好的水质甲水源，啊，拢会使充分来让农民来利用，啊，生产上高的品质，啊，甲上大的产量的农产品，啊，希望讲会使提高咱农民的生活，啊，甲因的收成。首城圳引水工程将伫林果大圳的游泳溪施设引水口，以台式管线的方式，将水源引进首城圳。引水管线长度达到3公里外，预定6个月时间完成这项工程。规划吼，把咱的林果大圳吼，咱的剩余的吼，这些水吼，排尾排掉的这些水吼，搁啊吸倒转来，吼啊来用台管吼，台管差不多3公里外外吼，啊来补给。咱的首城分圳的水量的不足吼，咱的收益的面积吼，大约有400公顷吼。当然嘛，帮助真大啊。安怎讲？哎呀，因为缺水就是上问题，就缺水严。啊，你嘛水也补足，做落去就拢靠足啊。复兴尾站，啊，甲咱牛民的顶18年、24年。收都到来都是塌块四角城，啊，若无这礼物跟恁赞助哦，实在嘛无法度啦，这经费太济咧。动土典礼中，大家烧香拜拜，祈求工程会当顺利早日完工。南投农田水利会表示，工程完工以后，每天会当提供15000桶的水，供应予首城圳，对外口首城圳灌溉400家农田，将带来非常大的帮助。卖当确保整个牛民地区农民灌溉甲干邑自来水的用水袂阁出现问题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